我只是说，昨天我打工回来，我买了一件新的衫。我麻烦你试试那个风筒。我帮你打工也不这样子，别花白钱买了。冷天是。啊，姐姐。弄了好多，弄了么弄，皮皮啊的。桌子已经还买着好东西给你吃。吃东西，多少吃东西，吃了。哦，好好，你也别在家。嗯。哇。嗯。松子还有几两个？一张。嗯，让松子吃个几两个？嗯。不要个，你不要就要吃了个。好好好。松子个好吃啊。嗯。好吃那个。嗯。好吃么干了干了。那个就是最近嘛。好好嗯。松子你想想姐姐姐姐。你想想姐姐姐姐我会啥买东西给你吃哦。行行嗯是吧行吗好吃我帮你看看你怕看漂亮漂亮，可以呢。你还会买呢？啊，我一多长时间别回来了。宝宝还是你的眼光。我只媳妇只要你喜欢就好了。宝宝，你懒口馋，我可整饭给你吃。是了。我今天火龙果吃了，这个炒火龙果给你也吃。炒。火龙果。独自吃，哦，没事，你不能吃，哥要吃，可是吧？一起吃，哥你吃了一起吃，还这个哥。独自你拿来好难搞，一起吃么哥？好。你吃了在那边哥，搞个啥？嗯。这是，这是。啊。这是。是啊。这是了。啊，来。你家。哦，到那个。是不是你小木瓜给你吃？好了。我先。我小。小小学习习习小小嗯不过啊不过我活了呀总之没吃了带着自开了呢。啊。嗯。别。行。
么吃了还吃了，吃不过当然吃了啊。嗯，还甜啊，真正宗的。阿爸，好吃吗？好不好吃？吃了，这块挪给你摸摸吃，慢挪点，挪个这。